一到冬天就比较多病的那种。有一次突然喘不上气来，心口特别闷，然后去医院一检查，说是有心肌炎。那个医生就建议我不要剧烈运动了。当你我知道我特别喜欢舞蹈，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，感觉不行，我一定要跳舞，那怎么办呢？但医生又不要跳。当时是这个病，一天我打八瓶吊针，就天天没有时间休息。不是，我好多没记住。没记住问啊，要多学啊，多练。哪没有记住？哪里没有记住？不是，那么你就要比别人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，没办法，真的。朱天天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你已经知道你自己的实力，跳舞实力跟别人跟不上，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哭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暑假，我从一点跳到晚上九点，一节课上，就不嫌累，感觉特别的开心吧。啊，讲完了。